Stars 新的样榜又来了，还是我帮助小哥哥郭涛。啾啾啾！接下来赶紧来看一看这一周的样榜当中，你 pick 的小哥哥小姐姐他们的成绩是不是也上窜下跳的，非常棒。让我诞生勇敢，因为我存在，要敢恨敢爱，坏的可能。第十位，王力宏《需要人陪》，电影《西虹之首》副插曲。电影余温未退，王力宏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是魅力不减，连续上榜五周仍然跻身前十，好音乐和好电影一样值得回味。一个我需要梦想，需要方向，需要眼泪，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。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无路可。九位，火箭少女101撞加长版。火箭少女101首张 EP 来袭，同名主打曲席卷了样榜。加长版 MV 中展现了少女们热烈面孔之外的幕后汗水，告诉大家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逆风翻盘，向阳而生。八位，蔡徐坤 Pull Up。 蔡徐坤新歌宣传动作不断，粉丝拼命打 call， 新歌好看又好听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呢。第七位，邓紫棋《倒数》，抓耳的旋律和用心的歌词，治愈的情歌总是能带给人感动。爱就要每一分每一秒的去把握，一点一滴去珍惜，爱过才算活着。你感受到这爱情中的绝望了吗？试着一直倒数着，痛的是笑的哭的，此刻汹涌的哭的，坠入了深坑，请你来直到数着。第六位，杨紫邓伦《天地无双》，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主题曲。本周电视剧即将完结，一想到香蜜 CP 即将迎来大结局，小伙伴们是不是跟小编一样有些不舍呢？写一封情书，一出剑作为开场，蜿蜒一段千年以后，一千年一万年，从此两不相忘，人世间如何慌张。我总是能记得你身体的模样，天空一样的。第五位，萨顶顶左手指月，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片尾曲。剧情越来越燃，也越来越虐，这首左手指月也让人渐听渐悲伤，逆女孩们的心脏可还承受得了呢？第四位，陈浩辰恩宠等，神曲了解一下，新歌上榜。红遍网络的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空空如也，小清新情歌，小爱和过客，一首歌串烧了十首网络神曲，被魔性的 BGM 统治的旋律，你听出了几首呢？尽是虚伪的寄托，不择手段的迷离恍惚的假象，推翻不假思索，如果换作是我，又是何等的远走无趣的枷锁。第三位，娄艺潇，最好的朋友在身边，电影《爱情公寓》主题曲，上榜一个月依然势头强劲，看来化身歌手的娄艺潇仍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一起笑，一起哭，一起闹，最美的青春不忘掉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辈子，最好的朋友永在心间。我
我看见这世界一直变。亚军歌曲《火箭少女101卡路里》，电影《西红柿首富》插曲，连续五周跻身榜单前三，《火箭少女101》实力不容小觑哦。冠军歌曲《火箭少女101》撞官方版，霸榜少女101本周第三首上榜的 MV， 充满了少女色彩的动感摇滚曲风，是火箭少女101的新起点。每位成员的特点都在这首歌中被凸显，真正做到了你喜欢的样子谁都有。镜头中女孩子们再次化身为梦想而努力的拼搏家，镜头外你有没有做好陪她们一起走上花路的准备呢？这一周样榜的所有成绩，是不是继续意犹未尽？没有关系，下一周我们继续大吉大利喽。像我这样庸俗的人，从不喜欢装深沉。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，忽然也慌了神？像我这样懦弱的人，分手。时候冲动，却能飞入灯晚霞。走吧，走吧，变碎变歌颂。哦，拉开了双肩，要准备痛的时间。